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计算这三个式子。第一个式子 P 八取二，就是八乘以七啊，有两项，七八五十六。P 六取六就是六阶乘了。六阶乘的话是等于多少呢？五阶乘一百二乘以六，所以是七百二了。七百二十。再我们看呢，这个十阶乘除以呢七阶乘，就是十乘九乘八，再乘以七阶乘，除以七阶乘，这五阶乘的话是一百二嘛，减掉一百二十，七阶乘约掉，九八七二就七百二，七百二十啊，减一百二十，这六百啊，所以第三小题六百。